属于脚底脚伤风疼过。那在那个去鼓沙城呐，是要列整样子的日历，或者是结账日历，打灯的人意义。那至于了，要来打啊日历要忘得的人，要拿把护照去鼓沙城吧。刚才这一面呢，打啊日历要忘得的人，还给另外整样子的日历，可以自家的骨头，属于一等的瓦屋内，在沈阳自动车的鼓沙呐，是哪年养起的？噶小四女也要开始上小灯的自动车鼓沙镇上任，可是要举灯，也将正式在市吧。尤其这样子日来正义的人，可以再去考鼓沙镇吧。四女六外次欲就医科大学，我是个医院人员科六月份我研究中山的实验工作，已都该我母次。我大我日来检验上是基础日益。该该我女呢，于是已将要250门大我日来检验上是做给了基础。该多种有210人通过检测，用来夺得上任鼓沙镇的通行证。据了解，上小灯的自动车鼓沙镇上任和使用举灯，2016年4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根据上举灯，当日内检验，要按六日内或者结账日内达到代收日内标5.0意义。四本日已达到150头的，可以上乘沈阳次车、沈阳自动多次车、对手直付次车、沙浪次车，咱才能具有沈阳自动多这卡次车中国车辆的自动车过沙证。那这举动，我可日益记住，这也是月城广安站段，是长江日本站段等。一般呢，只在中山三台段或者20头的服务，搿上来过沙证日益基础呢，就是要记住150头的服务。那呢，我是国医院滴滴量带逆次证是障碍改善升级。但这个视野机呢，需要把它程序进行了一些修正，就是我们把特地设了一个用来测量驾照视野的程序，这样范围会比较大。那么目前来看，温州卸载室只有我们医院在做这个事情。据了解，四本日益呢，如果既有技术的案子，此忙也能干，中美要么最多可是万物养人打鼓。搿搭一般上说来讲，来只案子日益的服务呢是180头，搿到种80头呢是较有的。搿勿要，总买要买案子分配最次的30头的一部分。搿日益买，当然日来的人，可是案子的日益在一等的服务呢，是在阜阳县沈阳自动车的故事。但相对来说，因为当业的，比如说，他的视野比双眼要稍稍窄一些，所以呢，他有一个相对的30度的盲区，所以他便需要比如说转头啊、转眼、去弥补这个盲区。这点属于其次家，机车去盲头，这里机车的是门80%都吸毒，但他给你提过一个提过有做伤个人，结果要你脚个人后脚，要路个人后脚。阿不嘞，这这一张呢是出口所的两个人说，搿个三个主人取得个自家夫妻脚，搿得母以骨子，还能一个大案日来检验者能得过啥证？昨天挂王仁与空中要拉的我母正式启动，同时呢，今日我呢宇宙的王仁在生飞至我西的小我女士，以后要卡可以说空中呐，具有王仁的八级者同冷沙搭档争取，继续归挂是许多好。同时呢，记得我是开通以后，王仁在宇宙的自家可以说短短半个角度以内。如一提过，要把孟月再生飞子飞王仁八级者红奖取，记录文学王仁合唱再生飞子造次王仁增加红奖。这笔小额费用还是王仁户籍通用挖矿产业办出的作业一本。王仁依托南地高沙本地的土地事业资源，扩资化建设通用挖矿资金。扬章通用挖矿有限公司或许空中旅游、飞越体验等功能列入挖矿现状，以一个是模式让人使用五百个产业户籍体系，即列入一个通用挖矿产业之内，负责带动计划一些自由运动、校外推广、社会改革等产业融为户籍。那个王仁也将筹备计划空中呼吁天空旅游系列。要看小王仁还唱飞子，则向西八级者东龙沙赋予是当红奖。至于消费方面，大概是600到800的那国奖。同时，通过开通王仁对宇宙对空飞的泄露，王仁对宇宙啊主要半个角度。那当记录文章王仁是那是货币吸货币卡西卡卡西卡。一来呢，二黑老姐与无故要咱们伊，要给他沙浪出个女的，让我无不能干。大屋那是水路，该手段要投靠。结果啊，杀出杀了，公公来要不大夫给五秒。该事故出来以后，第一该他杀浪出的狮子哦，二是大夫五秒需要的得去。家姐是去必须的群众和国家西部，得第一个女的啊，眼直接叫去，再送来医院来急救。是阿叔被打个楼梯倒，令国家四大的三中的记得不讲。
过二海，然后就按下过桥子不打，要不列车过沙龙出脚子。沙龙出卡工列车我没掉，记得北江一样，孟姜梦也干得以前。孟姜说一次呀，沙龙出卡真干那头通路是虚，但是列车没，搿能算伐冷清？搿沙龙出的脚跟脚是乱比个，脚往头通哈几呢？那你孟姜要只修一级的群众，大概呢西部这个沙龙出卡的出卡买的都多去，而不然一两人呢干得以前，大概呢西部这个沙龙出卡对出来送议论去讲。搿据以前要个刺激个群众国，去搿事故呢又是红股。搿个到沙龙出个沙龙出卡修，按我规划必须要得要把头个溜溜车没落大。大陆有最近公关了搿列车我们的哦，同样费动，把这把核心都是搿部列车呢开副卡手头被我买。搿列车是次次要那个人选僵持出头登陆，搿次次搿沙龙出卡算闹哈让大家三门当女婿。那个搿沙龙出卡是医院的急救治疗，搿具体事故呢还是来张北店主。用怕上火喝王老吉，坚持纯正经典配方，层层甄选优质三花三草。怕上火就是王老，怕上火认准正宗王老吉。活的养乐多来喽，快看他们大显身手，小小养乐多就是这么活力十足，常喝常知道，活的养乐多越活越开心。今天养乐多了没？这个夏天无心无事，有吃有喝就是王老吉。王老吉超级美味送温州最够味美食，喝冰爽凉茶摇大吉红包，尝舌尖美味见吉免单，玩美食游戏讨吉祥好彩。浙江二套潮起钱江台，联动温州经济科教频道、台州新闻综合频道，王老吉超级美味系列活动5月1日起邀您舌战浙江。来历排油减肥，减肥排油，来历排油看得见，减肥真体验，排油减肥只需随餐一粒。来历 Larry Good morning， 宝宝醒来开心，因为新邦宝适带来精致睡眠，它有神奇锁水珠珠锁住整晚尿湿，干爽长达12小时。邦宝适。要去修武呢是难过的，你我以我古人那我上讲他用于四次长要给人来把他物了，古人马都来发的给我将修饰对人民使中我孟姜贵的一级铁座要护意给他我将的只拿过这物里的奶子给奶子哟把夫人能啊黑得对外让你呢。四女杀人要提过这菜的动力脚，他用四次拍技术记得春门来人把的白玉来人把过可以靠屋里的江娘休息还能偷我估计我妈都得发的，那你孟姜没有给的意见就来个给了还能偷个江娘休息呢，是来人把过的来玉内嘛继续那个买了个要来呢是一百楼落下给了个给你给你给了一直不是得打的个阔词个个休息还能偷个真的阿叔来人把给我来可不是白记一些修穷给带下来摸摸给了白白阔的把日带富日带哎兄弟们父子给的我们黑的我们不讲来人把过我听到大路上还能讨我吧。二人称他这些金银首饰是十几年前打造的，一直存放在卧室的吊顶上面从未动过。江江休息还能讨我来人把用内卧室跟孟姜讲过初步的住来人把那个夜楼呢那我还能接我那个养着那那孟姜没有过他用员工业主养正大的利益。在现场啊，又看了很多脚印，一个个都对过来，结果都是当事人自己家里的。给了江娘休息，可个掉下来救你吧，我脑洞。可是贵州老人把可个老友吓得一哇，变了鬼帮小队，怎么还能偷我呢？孟姜讲过跌入火眼，给了掉下个红人呐，要么都得鬼来吃我，那你孟姜要太菜，叫我哈，给了儿子还来吃他给我，那你给了兄弟让让一个都得做到，他那孟姜说要红人，人家要两个娘人。搿外头来讲讲修水呢，我啥子要了八个红雷。那个用东西往里面勾，慢慢勾勾勾勾出来，真的果啊，果不其然就是那个东西。报警人也是接受了，哦，这个原来是老鼠在作怪。哦，我给来讲讲修水是乐趣套啊，搿属于这个来人把脚是妇女苦妇女险，搿个自家的我将失去玉呢，哎呦，更难破。大哥呢，我晓得啊。人家的适应哦，哇塞呐，要开始吃两年普通物的动物皮吧。都能为了可适应货币过楼，二万块给你呢，过普通物。人之一类啊，来适应宇宙物呢，我过不了。
搞不了哈生啊，把三月五次过月九五可以疼痛月九五，要么都养办呐，我是打开机活你苦多的活动。给你提光嘞，把下拉姆的侄子能讲火意，有的地能过得日子个炼药嘞，得适应一级许多相同的宇宙火泥库。给你提过日子个炼药累多嘞，要包干买卖，直到通把下侄子能讲火意过给了个宇宙。给了买我说要接把下爷爷，把下爷爷。给了妈妈，这也别疼，要宇宙一哭，给了妈妈国家特别生子，是你国要来宇宙给了疼痛，给了许多一哭呢，干了娘长新娘长，给八下爷爷许多过门买过宇宙，我那是山东西山东，给了妈妈那个同学来一口。不同我多一家我让你阿家我你一九家还做忙做，他是个职业给你在那过个目的，你只要是还没买下的一九鸟能过，他是比那个用烤炉那下个一个，他们不过还一烤两个，那个意思你可能回来一家了一家嘛，干妈妈的那嘛在都吃药，你要最好给来妈妈过。如果能家过一九只那过户养鸟能过，很不好用，他们又是又是的呢。那给来妈妈他一九我那他一副东西，以及我那个八下爷爷呢，让了一个要买山东的女人，可不买张爱梧桐。你国大国人国宇宙无难许多作业，或者大致要通读马家外国，那能算是正宗的宇宙们。你去你啊！你去你哦，这是什么意思？你干嘛哟？水果。这什么意思？水果。这是在波兰的，昨是把沙锅上我一九五乘上要没得三马河。你非知道来买买一九五过不来，要来外国的，妈妈过河的。给来外国大哥能便宜是给哪小孩子？你是给来要该买买的，有便宜过来的一九火泥东西，成屋抢场。这该火泥东西呢是给你你过来的。当地的乌木翘仓，底子荣耀的阿帕萨斯雪夫，梦到阿杰上苦，来自不在解压痛。我是朋友别变形，什么子子不背景，不满姐姐夫烂烂帮怕上娘爹大爸。这个练有个练习过上娘给练你让我爸爸和顾姐和大哥呢，我其实要一时给过门买过一九五给了过，我你是正宗的一九五，一九五要买过该是西多西多也讲。像我们上个学期就有一个活动，组织孩子呢去上了一个卖水果的一个温州话的吆喝的一个活动，我们把一些菜场里的市井的一些温州话语言把它录下来放给孩子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在游戏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温州话。接下来我们幼儿园也许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开展温州话的话剧呀，用温州话的形式给小孩子讲些故事呀，让小孩子对温州话有了比较好的了解。噶跟那个上网呢，有过了的那些，大姑娘家是让你好个习俗，好个纪念，无愧的爷爷是去把下过上网狂的过。同时呢，阿新娘大姑娘当了东黑魔才可以成那个节目日本，我你忙接这位。这个夏天无心无事有吃有喝就是王老吉，王老吉超级美味送温州最够味美食，喝冰爽凉茶摇大吉红包，尝舌尖美味见吉免单，玩美食游戏讨吉祥好彩，浙江二套潮起钱江台联动温州经济科教频道台州新闻综合频道，王老吉超级美味系列活动五月一日起邀您舌战浙江。是带来整晚干爽的精致睡眠，让宝宝一觉醒来迎接快乐成长的早晨。新设计邦宝适超薄干爽，特有神奇锁水珠珠，吸水量高达自身重量30倍，更锁住整晚尿湿，干爽长达12小时，迎接金色明天。邦宝适超薄干爽，关爱安睡畅玩。来洗屋子，哪个洗衣液能一步到位？酱油渍、泥土渍，全新汰渍洗衣液来挑战，迅速带走污渍，一步到位的是汰渍洗衣液，全面洁净，一步到位，有汰渍没污渍。
开的火，你就能给放肆闹火。黑把阿哥来把阿哥，给休假看了几波，养大都给吃过啊。来做子女的妈妈，我不把个女子嫁出那走日个样子怕，娶子给故事过上，你过来咋，不来咋。中国银行温州分行温氏经济科教频道隆重推出中银白小卡，既是中银信用卡，又是白小俱乐部会员卡，拥有更多优惠商户群，更多优惠折扣，中行温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部可以办理，详情敬请关注白小讲新闻微信公众号。各位乘客，请出示一下车票，请大家准备好手里的车票，现在开始查票。让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是有座位吗？大爷他年纪太大了，我怕他一直站着身体受不了。来吃票。我这是站票，待会儿人来了以后就不让了。您拿好。站累了，咱俩就换着坐。好，谢谢。导视栏目由温州市陶瓷品市场赞助播出。天下，就非要赶尽杀绝吗？杀！经济科教频道黄金剧场正在播出，敬请收看。你知不知道细菌是可以治疗的？开灯睡觉会让你降低免疫力。怎样喝水才最健康呢？是你不能试的，是你想试的。我是周杰，今天你实验了吗？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未知，让我们一起解读生活的奥秘。欢迎来到商品实验室。商品实验室与以下官方机构合作：每周一晚8:30，温氏经济科教频道温州经济报道为您特别呈现。醒来开心，因为新邦宝适带来精致睡眠，它有神奇锁水珠珠，锁住整晚尿湿，干爽长达12小时。邦宝适，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大哥，你不给咱们兄弟报仇的机会，我不服啊！曹孟德，你还我儿子，我让子秋跟了你去从军，是因为你身边有这么多人可以保护他。解放他，你让他第一次上阵就惨死在沙场，要不是张秀他们把他的尸首给找回来，
我连我儿子的面我都见不到。新护舒宝超净棉，日本研发空气棉表层，超能吸，好透气，好像会呼吸。棉柔爱呼吸，青春透口气。还有极护新登场，北美进口原自液体。罪臣韩胤，复逆寿春元术，尽称帝号，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一律当斩。你家劝说吕布和袁术绝交，立下大功，我已经给你请下了广陵太守之职，你父亲也多赠两千担。多谢曹丞相。成功怎么样？此人心机很深，有极大的野心。表面上他是忠于吕布，其实他只是想借吕布之手行谋反之事。你知道什么叫丧家犬吗？吕布就是这么一条狗，主人在的时候他威风八面，可以四处去欺负人咬人，主人一死，他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曹丞相就给他一点点甜头，还得有点威慑，再给一些名分，则吕布就把你当主人了。成功倒是聪明，有野心，有权谋，就是没有名分，所以他屈于吕布之下，两个人合不来。倘若这个成功台为帅，吕布为将的话，他就难以抵挡了。徐州之事就托付你父子二人了。请曹丞相放心就是。好。
修了还修，当年开押建府就开始修了，现在这里要成仲家地了，这里要变成王府还得修，修来修去啊，受苦的还是我们小百姓。嗨，可不是嘛，今年大旱，再加上征民夫修宫殿，这田里的庄稼没人照顾，眼看着今年的收成又没指望了。我家亲戚啊，从豫州回来，说曹操正在集结人马，很快就要攻打寿春呢。哎，要是真打了，还不是从我们中间征兵应战，到时候我们找机会跑就是了。哎，我正要和你们商量此事呢，没想到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怎么回事？我说怎么都不干活呢，再偷懒的话，老子的鞭子可是不长眼睛的。快点干活！干活干活。陛下，臣在您称帝前就劝告，汉室的气数未尽，贸然称帝为天下之敌，现在吕布也不和我们联合了，我们该怎么办？和那韩信、杨凤他们还愿意依附，遣张勋、乔蕊跟他们联合共击庶子吕布。韩信、杨凤皆有勇无谋、言而无信之辈，他们愿意归附，不过只是想得到点好处，陛下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们在寿春等死，现在必须扩大地盘，让天下人看到镇重家地的实力，谁都不傻，谁拳头大自然是民心所向。陛下，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定了。别愣着了，下去吧，下去吧。诺。这事可怎么办呀？国家无好金，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子寿，自取所带子寿以吉心。曹操以自家藏金铸造平登将军之印，由于自家子寿送的，足见其诚意。妇人之见，给了些许好处就觉得他是好人了？你也不想想，你把韩胤送到许昌问斩，彻底得罪了袁术，结果呢，曹操重赏了陈规、陈登父子，给你不过这么个虚衔。你本来就是奋威将军、温侯，多一个将军印有什么用？对呀，老子跟袁术绝交，想讨一个徐州牧的封号，可是现在老子想要的没拿来，你们父子俩却得了不少好处，这分明是你们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了我。说，你们跟曹操还有什么勾当？将军误会了，之所以给将军一个没用的头衔，是因为曹操跟我在许昌交谈之时，把你比作一种动物。啊！如此当面阿谀奉承，陈登，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廉耻？陈兄，在下只是转述曹操之原话，将军绝不敢有半句虚言。有道理，有道理。知我者，曹操啊。将军，韩信、杨凤与袁术大将张巡、乔瑞相约共攻徐州，这都是陈登父子惹出来的祸事，现在怎么办？公台兄多虑了，在下已。